等级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你们本场的节目主播，我叫……我差点说成了我叫大嘴，我叫大米。欢迎我们家的宝宝们，我们你们选的二，二是这个衣服加短裤。然后先给大家跳舞吧，喜欢我的记得勾勾我的直播室通知哦。关在我们的右下角，手机关在我们的可爱角，记得可以预约一下我们五星五家的预约细节，然后我们点点关注，我们好像突破一下26万1000，好不好？加油！给大家跳舞啊！恭喜这丑丑哥。
然后宝宝们，哥哥就是直播间给我们先出过一个八好吗？加油，马上就到了，加油 baby。哎，你们不是想要看加特林吗？想要看加特林，你们又不给我直播时通知，那你们看什么加特林？你们要看谁跳啊？我跟你说，加特林来点击，哒哒哒哒哒，像加特林一样，把这个心给点一点，谢谢，给大家跳舞啊，跳个十八禁。谢谢刷礼物的哥哥，谢谢。
的宝宝想大米再点我们观众，我们马上到酒了啊！你要是不行的话，你自己上来，你跳会儿。这个哥哥，你要不你来跳会儿？你们知道我们一天我们要跳多少个舞吗？那不行，你自己上来跳呗。求歌名，刚刚那首歌名的话，想要知道歌名的点关注，点我们右下角的关注，然后我们左上角我那个有个黄色小爱心，点一点。啊，双人舞，你要让我跟谁跳？你要让我跟谁跳双人舞？加特林，我跟你说跳不了。你们想要看加特林的，点点我关注，回家给你们跳加特林啊。然后在我们的右下角和左上角有个黄色小爱心，然后看舞蹈就来九九三球网，这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谢谢老头哥哥。谢谢年少青龙哥，你说的轻松，你自己回家先跳会儿啊，臭不要脸。不是，关键你说吧，我说我跳吧，你们要看，你们选了之后看完之后你们要评价，咋了？你们这是参加中国好，你们看中国好声音、中国好舞蹈看多了，你们不服气，你们先坐到评委席再说啦，是不是？我之前的舞你没有看到过呀，你就看到一个舞，一个人的错误就影响了他整个格局吗？嗯，歌名叫什么？这首歌吗？这首歌叫做很想你。还有最后一个舞蹈的时间了，宝宝想要看加特林的记得勾一下我们右下角的关注哦。然后最后一个舞给你们跳一个，跳一个那个老师笑吧。宝宝记得点关注啊，点关注。我的世界没有意义，想你思念还在。我要给你生猴子，跳这个吧 ，Number Nine， 好久没跳了。Number nine.